哈哈。去干嘛今天？游泳。去哪里游？去一个很漂亮的地方。对了。有多漂亮？有多漂亮？但是不是这么一滴，然后还有蛋蛋。妈妈先去买点吃的给你们，好吧？但是我妈还有去学校的牛奶。这个是学校的时候吃吗？还有橘子。今天来清迈最大的泳池游泳，我们来蹭一下。我们来蹭这个大哥的泳池。这是要上林啊。嗯，叫舅舅，走走走，看一下业主的房子。要换衣服吗？不叫我买呢，真是。上课喝，先喝点茶。我在这装作强行的吗？强行的。那好，真的香。我能背几句？毕竟还要喝一下。好了吗？今天他最想要的嘛一盒。我不敢抬头啊，就是我当时好好带你这个先喝了。这个头。这个老一成功。好，这个呢？随便找了一个啊。我今早上也帮他洗了。档次它是很两份。花个年纪给我嘛，我又要借嘛。完全不同味。哇哦！小朋友那边是没有晒不到的，看到没有？晒不到。对，小朋友那边晒不到。最大的泳池。我还要整旁边儿子吗？你有病啊！小虫虫，你看这里的小虫虫飘在水里的。我这里有，你看。没办法。看哥哥的仰泳，脸是露出来的。他这个水呢是有一点咸的，是有点小海水的那种感觉，但也不是像海水那么咸，有一点咸味。大家游的时候要小心，别被烫到。但是真的很清澈，大家看。